地球的点缀 Russian 的 YouTube 个人频道。蓝野虎爱吃玉米的鸟，蓝野虎。爱吃玉米的鸟，蓝野虎。爱吃玉米的鸟，紫豆蓉爱吃玉米。而且是熟的玉米。边啃瓜子的紫豆蓉，紫豆蓉，你是狼吞虎咽。紫豆蓉，你饥不择食，规矩都爱吃。紫豆蓉在啃瓜子。紫豆蓉在玉米上面啃瓜子，还要边啃玉米。吃饱，要走了。蓝野虎与白蕊们，蓝野虎，你把你的老公赶跑了，你在干什么？没有鸟声可以报。
那烟壶可爱的模样。那烟壶被旁边的声音震动吓到，旁边有什么您知道吗？没录进去的你都不晓得，随便你乱乱猜，胡乱猜是人类的本性。蓝烟壶面盲哦，蓝烟壶面盲哦。狗叫声是从外面楼下马路上传来，声音传到我们家的楼上。我们家是住楼上，那只狗非我们家养的狗。外面马路上的狗乱吠，连楼上的住户都听得到。乱吠就是狗的天生本领。蓝烟壶非常的忙，他只要忙着整理他自己的全身就可以了。当鸟就是这么的悠闲自在，当鸟就是为他自己的全身而活，非常的好命。鸟就是为了它自己的全身而活而出生的，鸟是非常的好命的。蓝烟壶非常的会照顾它的全身。这就是鸟的工作，鸟的工作，鸟天生就是非常的好命，只要照顾它自己的全身就可以了。当鸟是非常的好命的。蓝烟壶把它自己的全身整理的非常整齐。蓝烟壶，玩塑胶袋干什么？结束。